好了，用餐啦，薯条，我刚炸好了。有没有粉啊？然后，这个酸菜。这酸菜好吃，要不要那个粉？原来辣椒粉啊，那个粉呢、啊？我外面17度，我的房间还好，这边21啊，21啊，我还不用穿上衣，然后到18度，18。房间18度左右，我就会穿薄内衣。它那个有挡，现在目前不用。我们看到下雨，那在下雨，看到？看到。看到。现在这边的温度有没有看到？好像要拍到吧，应该17度吧。现在17度。十七度我还 OK 啦，我其实到14度，14度就有冷了，17度还好，还不会说很挡，纸张比较厚吧，哎呀，纸张比较厚，你呢？偷拍到了，穿着内裤，四角内裤啪啪照 ，OK， 铁皮比较冻啊。房间这边不会，这边21度不会。下雨，刚才在下雨。他准备拍生活记录了。炸鸡的啊，没有那个粉吗？胡椒粉啊，不然撒点胡椒粉也可以吧。撒一点嘛，撒一点胡椒粉嘛，撒一点嘛。白胡椒盐还是胡椒粉？白胡椒粉就好了，不要盐了，盐太咸了。胡椒粉就好。嘿啦，一层胡椒粉就好了。胡椒粉就好了。胡椒粉香气就出来了，那本身就会咸的。这皮很厚啊。先弄点皮，弄后面那个。这鸡肉上次那包吗？撒点胡椒粉，增加点香气。哎呀，粉就好了啊。薯条那边，好啊。你不觉得这样弄弄比较干净多了吗？有。你哪帮帮忙，小姐啊？你来看一下，你的粉都撒到这旁边都是，好不好？不会弄啊，你就擦就擦一擦，我就叫你撒就撒进去，把它撒到旁边都是，你真是哦，制造二次污染。撒要压低一点，不要这么高，撒到那个粉都，让它旁边都是了。好，要用餐了 ，OK， 不聊这么多了 ，OK， 拜拜。